你想知道生物科技是读什么？看这条片就啱了。香港科技大学的生物科技理学士课程，除了专注生物科技的理论和实验之外，学生亦会在修读课程的途中深入研究生物化学、细胞生物学、分子生物学等等的科目，给我们对生物科学术知识有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。大学亦都会提供机会给我们去到生物科技公司实习。这个体验令我认识到生物科技市场不单只是做学术研究，商业规划和产品销售策略同样重要。而读生物科技令我最难忘的回忆是上年去澳洲交流的时候，我和其他当地学生参与了一位寄生生物学教授的研究课程，能够完成一份属于自己的研究报告，成功感真的很大。生物科技课程的同学在毕业之后的选择很多，除了可以加入就业市场之外，有兴趣的同学亦都可以考虑进修或者从事研究。想了解更多，快啲去课程网站睇下，同埋喺10月14号星期六嚟科大资讯日揾我哋啦。